2020年是一个新的开始，祝你们每家每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属你最有钱，属你事业最发达，属你最幸福。好，亲爱的朋友们，我说了这么久了，那我们首先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元九名誉会长魏成义魏主席上台。来来，有请有请，掌声有请魏主席，你可以用我们的福气话跟大家拜个早年一下啊。谢谢谢谢。魏主席老前辈了哈，非常非常德高望重。谢谢，这本来都不关我的事情啊。今天呢，我很荣幸，很高兴，要参加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父亲商会啊，这个新年那个联谊晚会，我感觉这是一个那个我们父亲的一个新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要站一站，好不好，大家？继续加油啊！这个再过几天呢就新年啊，我相信呢我们这个福清商会哈，在我们先命文主席领导下，以及我们常务理事会的副总会长、副会长，我们的理事会员们，以及我们所有的福建福清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贵会在2020年一定会有新的启程，一定会在加拿大落地生根，做得更好，为那个我们加拿大跟中国的贸易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同时呢，我也祝贺在座的我们乡亲兄弟姐妹各位老板们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幸福、健康、开心、发财。谢谢谢谢谢谢魏主席，谢谢谢谢。魏主席讲得太好了哈，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这个我们的会长徐明龙先生，他现在在中国因为生意繁忙没有办法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联谊晚会，但是呢现在的科技非常非常发达，他